今天要修理这个仪表，这个中控台，中控台，你看这个灯不亮，不亮 ，OK， 要拆出来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灯哈，会不会亮？都会亮 ，OK， 就它不亮。然后这里有两个，好，所以它的发光点只有这两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设法让这个整个面板再亮一点。好，然后还要把这个修好，哦，这个可能里面坏掉了，因为换灯泡上去它就是不亮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要整个这个拆出来，有点麻烦哦，要拆到这个开关是蛮麻烦的，试看看吧。下来了，用这个。再看看这里有两个灯会不会亮？一二三四五，就它不会亮。好，问题找到，就这一个不亮。OK， 这个不亮，老板很生气，所以我们把它修好。可这开关要从后面拆啊，不好拆，我们试看看。那个灯不会亮。现在很确定了，小灯的这颗小灯它就是不亮，别人都亮，就它不亮。那就是要找出这个跟它的负极到底是哪里有断线。那我们来研究看看，只好拆开它，我觉得这有点可怕。应该有防呆吧？应该有，对，这里防呆，好，贴好了，贴啊。这是风速开关，哦，这次要修的只有这个灯，小灯的。哦，你看正负极，通道里面的芯，干，全部断掉了，烧断在这里哦，这能焊吗？焊得了吗？但是很小哎，哎，你点吧，我们看我，来啊，去购买，要把这个灯座拆出来，现在就这样把它焊接起来。好，现在要来焊接哦。其实焊接这个工作哦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。那大家一定会说焊接很简单啊，就把东西搁上去啊。那我也可以说煮菜很简单啊。要把食物食材丢进去加热烤一烤，那就是叫做煮菜啦。弹钢琴很简单啊，弹钢琴就是把手指放在按键上按一按啊，那也叫弹琴啊。啊，学英文也很简单啊，外国三岁小孩就讲一下下就好了啊，有什么难？扫地也很简单啊，做保全也很简单啊。嗯，对，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看着简单都有它的专业啊。修车简单啊，东西拆下来装回去啊。所以好像台湾很多时候技术都不值钱。刚刚上去查一下这种开关吼，第一也没有什么新品可言，没有新品啊。那你要买二手品就一万多块，那运费也是一两千，搞起来也不是一万多，啊，你还不能保证它是好的哦。哦，讨厌就讨厌在这里。但是古董车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那它什么都可以修，几乎都可以修了。那可以修的好处就是那要有人愿意修啊，不然你就是要去买二手品来那个碰碰运气嘛。对啊，那你说那找到人愿意修，修得好，那就阿弥陀佛。从国外买回来哈，未必是好的，它可能就坏掉的。那坏掉了也要一万多呢，一半一半几率，一半几率我们算它六千好不好？你说修这个灯要六千，啊，不然你叫宾士原厂帮你搞零件。第一，它未必能搞不到；第二，它也不会便宜收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心知肚明啊，并不是说宾士原厂不好，他们的规矩就是把它换掉嘛，绝对不是把它修嘛。对啊，这很合理啊，谁会去搞那个修理不讨好的事情？不可能。所以就是有人修，我其实就那这样子为了修这个灯，那要收多少钱呢？要收一万多吗？还是绝版不修了，还是收一万多的一半，六千，我都不知道，就修吧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确认确认再确认，现在去车上装看看。这个焊接好了哈，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电线常年被旋转转断了，所以它不会亮。那现在也把它焊好了，那等会现在把两条电线呢，我希望它能够亮。哎呀，全部亮了，来，一二
三四五六全亮 ，OK， 好，表示我把它修好了。修好了这个要收多少钱呢？这问题乐趣就在这里了。一般我刚刚去上网看哈 ，eBay 上面哈，这个开关 ，eBay 整个 eBay 只有两个好像两个，那他卖多少钱？他都卖一万多块，含运费一万，大概一万四左右。一万四，他还写 pre-owned 哦 ，non-test 哦，意思就是说什么，就是没有那个测试过的哦，他只负责卖，好不好？他是不管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假设他有一半的几率是好，一半的几率是坏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半几率好，一半几率坏。那这样应该要买多少钱？合理？就乘以一万四乘以一半7000块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为了这颗灯泡，要让它亮，如果你不用修的。你就是要买国外去 eBay 去找啊，去标啊。eBay 如果有新品，人家早就写它有新品了，或者是翻修品。翻修品的话，你翻修品也是有它的价值在呢。翻修品不是说它是翻修，它就很便宜啊。像那所以修这个东西该收多少钱呢？我也不晓得。在台湾好像技术似乎不太值钱呢，那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研发技术来修理老车，或者看到老车就把你撵出去了。这是台湾。不愿意付工资给人的一个通病啊，造成的问题啊。就像你教一个3岁不会弹琴的小朋友弹一首曲子，要花多少钱？那可是比修这个灯泡要贵得多喽。或教会一个人煮菜，要花多少钱？多少成本？要有6颗灯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这颗灯泡5、6，好，6颗灯修好了。OK， 那我们要把它装回去，一样要小心翼翼哦。那个古董车，男的哦，不是不容易哦。OK，